等一下，让大家都可以一起跟我们登上圣女院的宝座。好，那大家待会儿就是不要负责拍照哦，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去逛一下，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衣服。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要换季了，所以如果想要买新衣服的朋友，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买新衣服哦。嗯，然后里面的衣服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进去逛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谢谢，欢迎光临。